你可曾听闻江湖中有东西二李之说，中原双枪李天宝，手持两把五四式，身着一身迷彩，脚踩一双军布鞋，内搭高领毛衣，面料轻盈，不耽搁宝爷身手。宝爷生得面相俊冷，眼皮微耸，却透着一丝阴狠，留一小平头，平日戴一黑色线帽，避其杀气，工作时则换上另一悍匪帽。宝爷身高15公分半，体型瘦小干练，脚步轻盈，神出鬼没，平日拿一编织袋，背一浅棕背包，拉锁可拉开，藏起武器锤子，金属质地分量十足，涂装优异，杀人于无形。五四式手枪同为金属质地，满布岁月斑驳痕迹，宝爷两把手枪耍得出神入化，精准枪法，灵动走位，曾一人于香港红星社杀得七进七出，浩南生机，抱头鼠窜，人送外号东方马可波罗，行走江湖图个方便，康帅博桶面为宝爷最爱，手拿面叉挑起一缕，熟悉味道还未入口，便不禁想起那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西北土枪李大江，手持一杆双管猎枪，身着军大衣，有带毛脖领，小小大衣内有乾坤，竟有加棉设计，卧槽，这工艺做工可谓国内顶级。江哥脚踩宝爷情侣布鞋，内搭也与宝爷同一材质，不同款式，贴身黑色棉衣，凸显江哥魁梧身材。江哥生得满脸横肉，狠字写在脸上，戴一雷锋帽，平日拿一编织袋，背一尿素袋，硕大尿素二字能隐藏其身份。冷兵器铁锨，金属材质做旧涂装，杀人于瞬间。热兵器猎枪，同为金属，分量异常，枪托缠着白布，另有肩带可挂于肩上，金属子弹挂于胸间。壮硕身材，土猛装备，曾与 M87 星云与奥特曼共同击溃复仇者联盟，人送外号东方史瓦辛格，一包红梅，一防风火机从未离身，饮酒却从不宿醉，畅饮时为酒，工作时摇身一变为燃烧瓶，杀手素养尽显无疑。宝爷江哥身手不凡，可动上家，头部连着脖子、胳膊、手臂、胸腰、胸部稍差，腿部江哥解放裤稍有干涉，脚部尚可，两人皆有一黑色支架，三对一样手型，趣味拉满，图猛图猛。两位英雄若日后抓紧锻炼，将身体升级，必然成为一代宗师。若你认得二位英雄，且有意结缘，劝你早早入手，定能让你爱不释手。